主来兄弟姊妹好早起。伫过去几个月，有发生真侪代志，有个人伫遐破病，有个人伫遐结病，真常跩代志予咱忧虑，心内伫遐艰苦，甚至有时咱想讲上帝伫倒落咯，咱有时会问讲上帝，你伫倒落？是毋是你叫阮伫遐做阵？大笔第四篇第四章伫遐有讲，献我做义的上帝啊，我何如的时阵，求你应允我，我伫困苦中，你不予我宽宽，现在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祈祷，恁就知影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依家己。我求告耶和华，伊的确听我的确安然多得困，因为只有你耶和华予我安点卡起。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抓住你。
是的，主啊，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？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？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，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站立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，呼求你的恩典降临，呼求你的怜悯复辟。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，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，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愿施效，审判夸胜。我呼求你都能做。
咱这时被办心来听今仔早起的信息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主，锻炼咱经过这一礼拜，今仔日有机会搁再一摆伫山顶来敬拜上帝，来学习伊的话语。咱望无偌久的将来，就有法通三甲做一堆伫礼拜堂实体的来敬拜伊。咱今仔日要学习一个题目，就是为什么顺服？咱三甲来做一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当阮三甲学习你话语的时阵，求你开启阮的心窍，借着今仔日的经文，帮助阮会更加明白真理，学习阮应该要学习的功课，特别是今仔日阮所要学习顺服的功课。阮安尼祈祷，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的题目是：为什么顺服？为什么要顺服？咱的经文是伫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咱要看18-25节。18节安尼讲：恁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啊顺服迄个善良温和的，就是迄个乖僻的也着顺服。世俗有人为欲叫良心对得起上帝，就忍受顽固的苦楚，这是通喜爱的。恁若因为犯罪受责打为吞忍，有甚物通可爱呢？但恁若因为行好受苦而吞忍，这伫上帝看是通喜爱的。21节讲，恁忘掉原是为安尼，因为基督也为恁受过苦，互恁留落榜样，叫恁跟底伊的脚迹来行。伊并无犯罪，嘴内也无有亏诈。伊受骂无犯罪，受害无讲违迄个话，只将家己交托迄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伊受挂伫叉头顶，亲身担当着咱的罪，互咱既然伫罪顶死，就通伊伫义顶活。因为伊受的鞭伤，恁便得了医治。恁从前亲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恁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恁今仔日要继续顶礼拜确立恁牧师所讲的信息啊！今仔日你要看18节啊，彼得继续唔怀做奴隶的基督徒来讲话。真有趣味的是，这点所讲的奴隶这个词，唔是希腊文中的 doulos 啊，指奴仆、奴才，而是为基督，意思是讲家内的仆人。在彼得的时代，早期的教会有真侪做奴隶，怀当时伫奴隶制度中出世的犹太人，因的祖先、因的爸母就当做奴隶，因出世后就伫迄个家庭做下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奴隶。有时阵做奴隶，因为因的服务会得到一寡的收报，兼且有一寡的薪金，因以后兼且有机会会发通购买因家己的自由。但是大多数的仆人拢是归世人服侍因的主人。有时阵做奴隶有拄到真正善良体贴的主人，会真善待因，但是大多数，因为因的主人大多数是异教徒，是无信主的，所以因多数是真正严厉、无教理的对待因。啊，圣经格兰讲就是乖僻的也着顺服。乖僻的即来即个名词，原文的意思是，原文是用 scolios 就是弯曲的意思，也就是今仔日啊医学所用的 scoliosis， 指咱的脊椎骨斜弯。还是讲脊椎骨弯翘的这个名词 ，scolios 乖僻，就是指怀有无正弯翘品格的主人。圣经个人讲啊，彼得鼓励因讲，恁这款的人，恁也是相款着顺服。彼得五在基督徒提出挑战，要因顺服着敬畏，还是换一句话讲，承认甲尊重因主人的权威。这个顺服是咱今仔日所要研究为什么要顺服的一寡原因。
头一个第十九节到第二节讲，予咱知影啊，一个予咱彰显上帝恩典的机会，予咱彰显上帝恩典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啊，尊重甲承认主人的权威，来顺服主人。意思是讲，做一个基督徒的因啊。袂袂对主人对待因的方式，甚至恶待因，还是歹款待因，做无好的反应。相反的，因应该表现出尊重，因为这是予因一个彰显上帝恩典的机会。第十九节讲，对得主上帝是通喜爱的。英文的新译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啊，翻译做。得上帝的喜悦，伊是引用希腊文的 charis， 意思就是恩典。因为安尼第十九节的头一句应该翻译做，因为这是恩典，特别是当时最落泪，因为上帝严格安尼做，就显出顺服。因尊重因的主人，因为因想爱别讨上帝的欢喜，为了顺服上帝。因将家己服伫因世上主人的关系，这并不是只着讲因主人要因做每项代志，因拢会乖乖去做。但是因会做怀正确甲讨上帝欢喜的代志，因为安尼，假使因的主人故意叫因甲上帝作对，因那个时阵，因就会坚持行正确的代志，并且因为安尼。因可能会受到一寡个艰苦，因为安尼彼得无停个鼓励因讲，若是为着叫良心对得起上帝，就忍受顽固的苦楚，这是通喜爱个。假使因为着正确个代志受苦，安尼显出上帝个恩典，这个书搁一摆指出因会予上帝欢喜。因为因彰显了伊的恩典，接着因的行为，因的主人会看到因的生活甲别人无相款，接着安尼会拍开因主人认捌主的一条路。今仔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是生活伫一个多数是非基督徒环境中的基督徒，正亲像当时的跩罗勒，因的主人是。无信主的人，无论咱是企业甲工厂所的主人，咱应该甲上层、甲下层的人有好个模样。无论咱是面对好还是歹的主人，还是甲好还是歹的工人，咱逐日所做的每一个行动甲反应，拢是咱应验现出上帝恩典的机会。对于咱来讲，咱若要改过一个工人，还是要谴责一个工人，咱属伫咱下骹人犯罪时阵，欠债是真正容易。同时，咱有时阵咱袂记得，咱基督徒对因应该有疼心、有吞忍的心，咱也应该要会记得，因为咱会。做工作的员工，可能是因为因无咱迄款的幸运，也可能伊无你迄款的聪明甲理智，所以伊伫你的手下来工作。但是咱需要记得，咱的谦卑甲坚贞，可能是咱恩别人，特别是伫咱熟下的人传达上帝恩典的一个模样。所以罗马书也是个人讲，咱着服。就卑微的人，怀较卑微的人，咱也同款着呼救因。你可能讲我无主人，也无人伫我的手下做工作，我只是伫家内。总是你伫家内夹一堆做一堆，你的爸母也是比你较大的人，可能是你的顶面的人，你下面的人，现在是你的小弟小妹，你的囡仔。啊，是你家内个请工，因对你的印象怎样呢？你的生活会彰显上帝对因的恩典吗？咱顺服别人，毋是因为因
高压值得咱的尊重，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恩恩表现上帝的恩典，并且主恩恩为着主恩恩做一个好的见证。第二项，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甲咱讲，咱过着公义的生活，因为这个是咱的好调。咱顺服是因为咱受调，为了过着正义的生活。彼得这这个所在提醒基督徒，基督已经清楚做了咱的榜样，咱也应该对伊的脚踏来行。彼得提醒因，耶稣因的主怎样受苦，跟对伊的人啊，要面对同款的迫害，对跟对基督的啊，受迫害甲苦难，可以讲是一款的总包。教育的一部分，咱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明白，咱无属这个世界，咱也无法效法这个世界方式甲模样。才予咱想起保罗写予罗马的信徒的书信中，伫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伊安尼讲：所以兄弟啊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恁。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唔通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叫恁察验什么是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通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劝勉罗马教会信徒，要因将身体献上。当做活祭，现在死祭较容易，因为当咱死的时阵，咱拄着主，咱无够痛苦，无够苦难。但是讲到活祭，意思是必须伫咱活着的时阵，无停的献上家己做祭物。相反的，彼得讲，咱忘掉跟随主的苦难，因为伊让咱显示了伊的榜样。安尼。咱要怎样将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呢？保罗在这个所在所提的三项真正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唔通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的改换，要有思想的更新。咱受教要顺服甲忍受苦难，对真侪基督徒来讲，唔是一个真正好受的代志，但咱需要明白，咱伫。这不是说我们要找苦难，而是我们受调要过着一个公义的生活，因为这样的确带来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有会遇到苦难。假使我们为着要顺服上帝的号召行正义，那么我们就无法当符合这个无正义弯曲的世界的样式咯，你的决定、你的思想、你的兴趣、你的生活方式，未符合这个世界的标准，甲世界的人所认做对、认做明智的决定，才甲咱讲，咱的生活要更新的变化，并不是只讲你必须伫你的外表顶面啊，甲别人无相款，并且伫。别人的面前变得表现得真正古怪，乃是指着你人生的价值观、你的目的、你的目标甲你所有的理由，唔是去变着这个世界的标准，乃是照着上帝的标准。上帝的标准甲价值是甚物呢？上帝所看最重要的是甚物呢？上帝所看最重要的是。人的灵魂，包括怀无认捌基督的人的生命、灵魂甲救恩，接着更新你的思想，来改变你的生活中的观点甲价值观。现在你的朋友甲你所拄到的人，无论是面对面相拄的人，还是接着媒体相见的人，伫你认捌的人中间。啊，是你的朋友，甲你做生理的人，因中间有偌济个是基督徒呢？有偌济个唔是基督徒？
为你做工的人，还是你为因做工的人，有偌济人是认不主得救的呢？有偌济人唔认不主无得救呢？你要怎样带因来认不基督？因的灵魂甲帮助因得救，得到救恩是你的责任。不过，无偌久，咱真紧就要见到咱的主，主恩的。我对托因的救恩，咱要怎样对主来交销呢？第三项，彼得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甲咱讲，因为基督付出了迄个最高的代价来救赎咱，基督已经付出了迄个最高的代价来救赎咱。彼得继续的提醒因，主为了救赎因而经历的苦难甲极大的痛苦，伊付出了最高的代价。彼得搁再一摆回忆到，当时伊看到战友也基督受掠，为着伊无做的代志、无犯的罪来受指控，伊受鞭挞、受侮辱。伫这款的经历中，伊甚物话也无讲。有时阵，现在咱忽视，咱无注意到耶稣所经历的苦难。伊所经历肉体的痛苦，实在是太过残忍了。十字架顶的处死是予一个人挂伫十字架顶，等到因为疼痛、脱水，还是微微呼吸，慢慢的死去。因为安尼，一个真正强壮甲健康的受钉死，伊需要着较长的时间才会死去，可能有的是几日才会到尾才会死去。因为安尼，当时罗马的兵丁要予一个人较紧的死，伊就先将伊拍甲半死，安尼伫十字架顶的时间会较短。耶稣受鞭挞、受凌辱、受辱骂，并且人用伊来批判，当伊看到侮辱伊的人的人群里面的时阵，伊心灵上受了偌大的伤痛。特别是当伊看出、伊认出其中一寡人是已经不为用、不帮衬的人，现在跩人甲其他的人三甲来侮辱伊。当因将伊赤身挂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受凌辱，才记得迄时阵兵丁分割伊的外衫，用镣铐来得伊的内衫。因为你甲我，因为咱的罪，伊经历了罪一切，咱拢亲像迷路一样，咱逐个人拢行家己的路，但是伊承担了咱的罪孽，所有的罪孽，并且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这就是为什么咱应该着顺服伊，接着咱的生活方式来向别人表示。彰显伊的恩典，咱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为着咱听上帝，为着咱的所得的好调，咱顺服伫咱以上的关系，咱活出一个正义的方式，互人来认捌基督。兄弟姊妹，今日我按咱每一个人的挑战三项，头一项。你今仔日是过着什么款的生活呢？你是毋是接着你的顺服甲谦卑，向别人来彰显上帝恩典？是毋是因为你的生活，别人看见上帝恩典？第二项，你是毋是为着主做活祭，还是你照顾效法这个世界，行行这个世界的法度？第三项。你是遵照上帝甲伊的话语所设定的目的甲价值来活，还是照顾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活？才能继续思想来伫上帝面前，行出伊爱咱行这个精神的生命，特别做活祭来荣耀伊的生命，为着上帝缘故。顺服，咱需要着顺服的人，咱三个来做这个结束的祈祷。
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今仔日接到这个彼得前书，搁一摆，互阮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。虽然真侪时阵，阮无法通顺服一寡人，阮无法通顺服一寡制度，就是你帮助阮伫你的听的内面，为着要讨你的欢喜，互阮照着你的法度啊来顺服。应该着顺服的人来遵照所有啊，应该阮需要遵照的制度，为着你的名缘故，为着别互人看见主你的恩典，为着要彰显你的恩典，求主你互阮有活出好的生活，互人借着阮认捌你，借着阮互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相信你。
下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听堂圣灵的团契，跟我们每一个同在。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, the love of God,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. Amen and amen.